霍晓龙对阵那边特斯法。这是我第二次踏进这片土地，我选择再次来到这里，不光是因为它的美景，是因为在这里留下过遗憾。经过一年荣耀擂台的磨练，再次征战瑞士，霍晓龙不仅在技术上有着很大的提升，在心态上也更加的沉稳。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。两个人的维度其实差不多，他的身高是1.74米，臂展达到了1.81米，而霍晓龙呢是1.70米的身高，臂展是1.67米。你看到没有，对手是近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打防反打迎击，你不能处于中间这个尴尬的位置。纳比特斯瓦一直在这个以退为进啊，即便去了外国，就是去了外星，你同样按照自己的方式打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漂亮，防守圈。好，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。感觉上，那边特斯法的打法是比较单一的。哦，漂亮！果然焦教练也是用的这样，先把它骗出来。对。哦，后手打斧。跳膝，哇！直接飞起来。这个是应该是有伤口的，有伤了啊。哦，打开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。